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好。小心点。来来来来。你不能再走了，不能再走了。重新了吗？好。耶、yeah,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OK。你还看到我走进来。好了，那既然我们刚才出了小状况，我们现在就立马来抽奖， oh. 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抽的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很多上班族会需要的、oh, 脸部的按摩。好的，我们现在线上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组的，马上帮我按爱心。那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呢，就会抽出这个幸运儿，好不好？帮我按爱心，哎，两位要按，我也要，我也要按，我也要按。按爆我记不记得我以前马上来按爱心，大家按了吗？赶快按爱心哦，按爱心可以抽到我们的脸眼部的按摩。其实我像我们这样看手机看电脑尬剧尬看剧的时候，对对，超适合你，需要超适合，对，没错。我是不是可以分享，然后叫我家人一起来看？可以可以可以，好棒哦。我还你有什么直系亲属都要过来看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爱心，爱心连发。好，有进来，有进来，我爱心，我爱心，爱爱心，爱心，爱心下来。念婷，你想要啊？念婷，各位记得按爱心啊！我先赶快按爱心了，可以抽到我们这个眼部的舒压按摩器。我已经进行我最快速的手术。手术吗？对，我现在大宝，快帮我按爱心。大嫂，快帮我按爱心。大宝，大宝，赶快揪人来按爱心。那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部分可以了吗？可以。抽出来了。好的，那我们就准备来做抽奖的动作。快按爱心抽奖，快帮我按爱心。抽爱心，全部表情，大心。按爱心的有19个，让我们现在马上抽出一名。你倒不如马上抽。谢念婷在不在？谢念婷抽到吗？谢念婷，谢念婷。念婷，你在吗？你在不在？在不在？念婷。计时喽，在。对对对，太棒了！接到24小时私讯 D 边。好，24小时私讯 D 边，噔。好的，恭喜念婷，恭喜念婷。恭喜念婷。欸、其实我自己很想要，我自己超想要，我自己很想要。好的，在节目要继续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居然来了一个特别来宾，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小金。小金，我是金，不是小金。金对。然后呢，我今天有帮大家带来一个那个，就是我刚才买完用这个袋，然后里面都是。我刚刚买的东西，然后想说， wow. 就是有很多东西要一一拿出来吗？你可以一介绍它可以干嘛？那你带它干嘛？就是秀给我们看，说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带了一些那个烘焙用的道具、欸，好可爱哦、喔。然后还有马芬膜，棒哦。对。然后这个是挤花袋，有重复跟不重复的，嗯、还有一些饼干的烤膜。哇，百宝箱。然后还有这个，哇，好多。筛网跟这个，这应该是8寸的吧，蛋糕烤的，好可爱哦，全部送给大家了，好不好？哇，大放送！你刚才去采购，然后马上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为什么是送给大家？为什么是大家？送给那个滴答滴的粉丝们，弥补刚刚一开始前20分钟。对啊，粉丝也不知道在干嘛，对，太佛心了吧，太好了。然后呢，这个要送给大家，但是不包括袋子哦，因为这个袋子是店家的。大家不要离开，最后我们可能对最后 D 边跟 R 边还有两位可爱的美女小美女，对对对，对，会再跟大家说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些很棒的礼物，好不好？然后呢，记得待会呢福袋就会开卖了，今天只有限量20组，抢到真的赚到，好不好？特别是那个金色的方锅真的很棒，很好用，可以煎煮炒炸都可以用，好不好？那我就要离开咯，因为我这事情好多，工作很多，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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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帮我们准备这个额外的礼物呢，我们就先保留起来，我们到最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送给线上的朋友，好不好？好的，好。好的，那我们呢刚才也介绍我们的福袋，但我们就讲说每一个福袋的组合价值是多少，我们刚看到至少都5000以上，甚至接近6000。是。
那要不是规定，不然我自己就买了，好不好？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规定我不能买啊，不然我就扫光了。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提供滴答滴的粉丝们福袋超优惠，嗯，你猜看多少？将近6000块的价值哦，3000。差不多3000，2500吧。2500，哇，拢免。500，太低了吧？我帮大家争取啊。500，2000就可以让你带回家。哇！欸，我跟你讲，即卡卡士炉在网路上买，就已经现在买到，我可以查到2000多块了。嗯。但你还搭配我们的锅具，还有它周边的烤网、烤盘跟它的不粘锅，2000就可以带回去了。太好了吧！只要买福袋就会有。太好了吧！买福袋你会随机得到一组福袋，什么组合我们不知道，你收到才会想。这是有。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看这个组合的时候，我就给他了一个很棒的 slogan， 是你买一个福袋，对，等于买了一套厨房。哇，本来就是啊，你火也有啦，对，锅也有啦，自己住的是不是就有厨房了？很有道理。然后又可以烤，又可以炸，又可以煮，还可以蒸，这个可以蒸可以炸，真的超级方便的。啊，重点是可以蒸，它可以蒸可以炸，可以，反正它多功能，我觉得它都很好用，而且是在台湾不容易找到的珐琅，那就翻锅，不是太强了吧？美国进口，哎，我要 Q 一下，美国进口的柚子，赶快买柚子！我知道你人在北京，赶快买，好不好？在北京，北京的朋友赶快买，然后记得回来台湾取货啊！他22号就回来，然后那个什么，我室友佑威啊，佑威，赶快买，过一天美国进口，真的很值得买，好不好？美国进口。2000块光买这个就赚到，你还有很多的锅具，大心动哎！而且我跟你讲，除了大心，我讲完你们会更想买。我不要听了。福袋一般买了之后，后面都还可以得到梦幻一品。梦幻一品是我吗？怎么梦幻一品？如果你买的话，梦幻一品就是我了，好不好？可以吗？好，也蛮梦幻的。OK， 好，我们在帮大家准备的梦幻一品呢，我跟你讲，我们从最小的开始讲，我们有。帕尼尼机，帕尼尼机，但是它不仅提供帕尼尼的功能，它还可以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吗？天哪，好棒哦！你还可以煎牛排，如果你是懒人，不想要跟大家用不粘锅这样煎的话，平底锅煎嘛，它也可以帮你处理牛排、帕尼尼跟鸡腿排。三明治，就是压对对压色压三明治，有波浪，有哦，对，而且它也是少女喷发的红色，我喜欢，真的假的？对，你赶快给你朋友赶快进来买，赶快买，快点，快点买，你就可以得到这。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料理棒，这个现在其实很方便，展示一下，很方便。哎，我跟你讲，我之前超想要，因为我想要做沙拉，然后做沙拉就是要用这种调理棒去做。你说酱吗？对啊，沙拉酱，这个就非常，还有煮浓汤的时候，对。因为它搅拌，然后这个是用手搅会手断掉，它这个搅是让那个变得很碎，就是让食材变得很碎，而且都很均匀。对，而且如果男朋友不乖的时候，他拿来殴打应该也蛮好用的。不像吧？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奖项。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价值超过8000元以上的气炸锅。气炸锅在这，这个有办法爆吗？这个我爆爆看。你立誓气炸锅，那当然它的用途有非常多种。那其实它是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安全，可以处理料理食材的一个方式。现在也很多年轻妈妈都很流行在用气炸锅。对，这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 ，IG 什么都有 po， 很多人在用。哎，我帮你把这拿下来。我觉得有点重，我先放下来。对，再来是头奖，我想头奖一定要注意听。我们今天要准备的就是。就是来帮我 take 这个地方，闪过一下就好哦。哦，我要什么？价值10000元的红包。哦、你买2000这么多东西已经超值了，你还有10000元的红包。10000元红包可以做很多事。我在旁边已经要腿软，我就无法承受这一切。你们过年要过年，你们有没有去做过刮刮乐？有啊，有刮过2000的吗？没有。你中500，我中最高。有人问是不是现金啊？现金就是现金，就是现金，好不好？现场朋友，你们有没有做过刮刮乐？2000元刮刮乐，我跟你讲，那个都说通通有奖，但是可能都不到2000元的奖。
那如果真的有奖金的状况，它的几率是不到5%的。天哪，你们去看过吗？有。这么过年就超多人去刮，更何况我们今天提供的福袋，啊、你中奖几率哦，你已经超优惠了哦，你中奖几率高达20%。因为只有20个福袋的人才可以抽。20%，我们限量20个福袋。20%是1/5的概念，1/5哦，5个人就有1个人中奖，太夸张哦，中大夸张，对，赶快买。但是有关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了哦，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开始卖，我们才算数。哦，那你就要在线上帮我们喊+1、+2、+3，一个人最多买3个，买3个就有更多的机会。你就是20分之3啊？对，你原本只有一，20分之3，没有啊，20分之3，对啊，他可以，没有他就可以有3次的，就是机会可以拿到大奖，对，一人都买3个，好不好？好，真的，我觉得这个超优惠，看10000元跟气炸锅，我就很想买了，好不好？10000元冲了啦，10000元冲了，冲了。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不能买，因为规定要让给线上所有的粉丝团这个优惠，好不好？好的，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福袋大家都清楚了吗？清楚了吗？清楚，清楚了哈、哦。清楚，你清楚也没用，因为你们也不能买啊。你不要说这种话。我现在你要问观众，看观众有没有清楚啊？现在观众朋友都了解吗？你们了解吗？你们清楚吗？明了吗？现场所有的朋友清楚吗？淡定哥、柴犬、胖胖清楚吗？对啊，那要怎么买？我先问，你们两你们两个觉得对于这样组合包是不是觉得超划算？很划算啊！如果不限定，你会买几个？3组啊。3组，我买5。那我给你机会，你赶快邀请线上的朋友来买，快，好不好？给你们时间邀请线上的朋友来买，他能买到可不可以跟他熬的，真的就是看你们自己了，好不好？好，气炸锅可以烤蛋糕、煎牛排，它真的非常好用。怎么买呢？待会呢，我们会有一个开卖的仪式，那我们的留言当中会有一个分隔线出来，你要私讯我们的你要先在线上喊你要几组，然后私讯我们的小编，好，然后小编就会跟你做联络。购买成功的，确定有购买的，我们会把它贴出来你的名字哦。这样才确定，好不好？好。所以待会如果20张没有你们朋友，就知道你们的我心碎满地。人员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不会啊，你们都人员这么好，是不是？对。好的，那我们呢，两位，嗨，各位帮好准备好你们的。好，等我。今天。等我。今天就是要开始我们的福袋的活动了。两位女孩子都准备好。好，我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有？我要准备喊出那句话咯。好，等一下。好，快好了。好 OK。等等，有人问怎么付款，怎么买？怎么付款？我们私讯小便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好不好？付款，这个货到付款，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哦。货到付款，很棒哎。对啊，这个很有保障，很有保障。对，我们用货到付款方式，但我们先讲好，拉炮不可以对着阿兵射。那我要对哪边？我们可以对着前方，好不好 ？OK， 那今天我们福袋的活动开始。哇！开始了，快抢！好的，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呢？快点抢！要买的就喊郭峰峰加一，请私讯我们的小编。加二，文如，小加一，瑞富加三。凯奇加一，限量20组，20，快点，货到付款只有20个，超优惠哦！快点，文如你这样子哦，你又加二是不是？限量20，那个谁，我室友赶快好不好？哎、欸，我被洗屏了，购买福袋开始要私讯，要私讯哦。你现在按完加几，要赶快私讯我们的小编，私讯才有算哦。赶最后5组，最后5组，快点私讯才有算哦。私讯才算、啊、白纸，记得要私讯。方琦、雨璇，记得要赶快私讯哦。前20，真宇赶快 ，real 真，赶快私讯。小娟，赶快私讯，我就来不及了，没了。私讯，佑威，赶快私讯，没有了。哎、欸，20组啊，20组，好像没了、欸，没了。刚刚有打加一加二还是加三的所有线上的第一D的粉丝，赶快私讯我们小编。最后一个是谁？好的，那我们待会请工作人员雨璇，你是帮我们登记第二十
有哪一些伙伴确实私讯了，然后他也做了购买的登记，那我们待会会统计出来，让线上所有的朋友看到。那如果呢，名单当中没有你的话，那不好意思啦，我们再。要提供什么资料？对，私讯小编请说。要提供我们正确你的本名，本名，然后你的地址跟联络方式，打得通的电话，打得通的电话，打得通的，打过去，手机，手机，手机，好不好 ？Cell phone， 然后不说明说你要几组这样。要私讯哦，不是线上喊就有哦。要私讯、哦。星座跟血型要不要给？泰国。我们摄影大哥说，如果你是女的，还要提供三围，好不好？风铃。买个福袋还要提供三围。结果一个婆婆说六十几岁，我六十几岁了嘛，还要提供三围啊？哎，我几岁住哪？你太辛苦了。各位刚刚有所有加一加二的所有的线上地下室的粉丝，请记得现在赶快私讯小编你的本名、私讯小编你的地址好不好、你的联络电话，谢谢。真的哎，我们工作人员在帮我们登记，你有吗？没关系，我们的小编呢都会登记好，待会呢我们会把已经购买登记成功的人贴在我们的下方。那如果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只是第一届，我们是第一届，所以还有也就会有下一届、第二届，哦，我们就有第三届。对啊，不是，我要一直在这里啊，我没有让学妹来的意思，没有。好不好？我们都有第二届、第三届，好不好？那每次我们都会提供很优惠的组合给大家，那主题每一次都会不一样。有人说小编没回应，小编可能要就是赶工一下下。对对对，等一下小编现在在帮大家做名单。我们现在小编的手速极快、啊。对，名单出来之后再私讯小编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确定入选二十人这样子。入选对，没错，我们就限量二十个，好不好？然后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贴在这个下方。那我们在小编呢，他们在帮我们登记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今天比较没有那个福气买到福袋，但不要难过，我们还是有提供很多的奖项让这些朋友可以拥有，好不好？哇，我这么有参与感。好，但我先讲啦。如果待会我们的游戏过程当中你拿到了奖品，但你也买了福袋，你可不可以把它让给其他的朋友？好，我们其实蛮合理的、啊、对因为你买福袋你有机会可以抽到10000块，然后很多的奖项，那其他我们就让给其他朋友，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刚刚我们讲挑卡式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组合都有一个卡式炉、那这卡式炉在之前节目就介绍过，它是非常轻的，1.2公斤，嗯哼，然后它的吸带，它的体积，它最高才7.4公分哦，所以不管是你带出去，很方便，重量也很好吸带。野餐，野餐，真的去野餐，我想要野餐呐、野餐，我要融入大家。好的，那就是野餐的时候露营，还有我们其实周末的小聚会，对，真的，还有跟姐妹掏的那种生日会啊，庆生啊，对，庆生，然后是干掉男友的时候、下班约、下班约的那种火锅啊，对对对，讲到火锅，你们这边可以边吃。我期待超久，我超饿的。这是什么口味？这是帮两位女孩子准备了药膳，好不好？好，你们可以边吃，然后我边说游戏规则，你们边听。好，我可以跟申请一个汤匙或什么公筷之类的。不是无所谓，我就夹咯，我夹咯。我另外那个吧，没有，我开玩笑，对不起。好，我们待会再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汤匙。好，那你们先边用餐，我要先讲。待会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好，我夹移到中间，你们移到中间。真的假的？真的，你们吃啊。哦，真假的？哦，好哦，好。我们线上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扭蛋机，有没有看到？有蛋机，扭蛋机。有。好的，我们有机会跟命运。好不好？这旁边这两个是机会命运，在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那我们待会呢会扭出啊，我们待会会有一些游戏会跟这扭蛋机有关系，里面可能有任务、有奖项。是的。对，然后呢，我们的第一个跟大哥在用餐的同时呢，我来说明，没关系，你们吃，好不好？好，我们接电话。好的，那我们工作人员说，因为很多人就是
就是在跟我们私讯，那要确保电话是联络得到的话，他会跟你做联络哦。现在、哦、要接电话哦。啊，现在要打电话给他们。对，我们刚刚有抢购的朋友，现在赶快注意你的手机，我们的小编现在就会打电话给你，跟你做确定你的地址。你的联络方式是否正确、嗯、还有你的本名，那我们待会就会释出我们的名单，到底有哪些人成功购买了，好不好？但没买到真的不要气馁，对，我们还有下一届，下游戏还没结束，对不对？还没结束，对啊，节目还没结束，好不好？好康在后头，我们就让他们先吃一下，待会呢我们呢就有一个游戏内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组合都有一个卡式炉，对不对？嗯，好、哦、我们都有一个卡式炉，它的主打就很轻巧，很携带方便。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来卡式炉 PK， 它到底跟我们生活中哪些用品谁比较重？哦，跟我就不用比了，好不好？跟我就不用比了，好不好？大概一定有分量、嗯、对，没错。好，嗯，好好好，没关系，你继续吃。抱歉抱歉，你小心烫到哈你啊。好，那我们待会呢要先比的第一个呢，哎，我先准备卡式炉好了。好哦，卡式炉。哎，不知道是雾还是怎么样，好好吃哦，我觉得超好吃。我跟你讲，我想大概是跟卡式炉有关，跟锅子有关。啊，因为是他们一定要讲，跟卡式炉跟锅子非常有关联。而且其实这卡式炉它加热速度非常快，因为它是重型火焰，就是火是往上，所以它加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其实保温效果很好哎、欸，因为我们刚刚一直直播，一路到现在都没有开火，可是它的温度非常的刚刚好。对对。好好皮呀、啊，真的好好皮呀、啊！好好皮是哪里的语言？我个人自己的语言，自己设定的广东话。好好 OK， 好的，那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要 PK 的这个部分了，好不好？嗯。两位，耽误你们吃饭时间一点点。可以的。今天我们要 PK 的第一个组合呢是，哎呦，露出他品牌没关系吗？我们是要 PK 的是我们很常遇到的手摇饮料。到底三杯跟一个卡式炉谁比较重？我觉得是卡式炉。我也觉得卡式炉。刚刚说1.多公斤，我也老实说，我也觉得是卡式炉。可是要这样子比的话，我觉得三杯应该也差不多。那我让你代表三杯，我代表三杯，你代表三杯，我是卡式炉，那三杯让你拿，那你就卡式炉。好，好的，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当然不是只有他们的 PK， 好不好？我们只要来，你现在先选，你觉得三杯饮料比较重的这边，还是卡式炉比较卡式炉重的帮我按爱心。卡式炉重觉得卡式炉重按爱心。卡式炉重的觉得按爱心，如果是饮料重的帮我按刮。挖，你知道有挖这个表情吧？我知道。你说的第三个、第四个，你说的按爱心是指的是就是现在按对表情按爱心，这个代表是卡式炉，不对，这边、按爱心代表卡式炉重，然后按第四个那个哦的那个表情就是哦，对，猜对的那一方，我们就可以得到奖项，那我们要来扭扭蛋，好，好不好？好，赶快线上的朋友赶快来猜猜看哦。是哪一个？来，胖说手摇杯重。手摇杯重。现在大家都在猜手摇杯重。手摇杯现在大家都三杯重。现在手摇杯我们平常拿都很轻松哎。对啊，正义啊，卡式炉哎。永盛啊。对啊，而且手摇杯，手摇杯重。我们阿边的手机不见了。所以他们觉得卡式炉比较轻。哦，好。我们现在OK，谢。比轻的赢还是比重的赢？当然是轻的赢。轻的，轻的赢好不好？轻的赢。轻的赢，我们就是要轻赢。三杯重，手摇杯重。所以猜，如果真的猜对，就是猜对是手摇杯很重的话，就可以抽扭。对，扭蛋，我们就可以抽扭蛋。哦，这么好，那我要就可以。那扭蛋里面有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好不好？我现在一直按。有人说心情很沉重，不要沉重，你赶快来猜。为什么心情很沉重？我跟你说，一定是因为他刚刚没有抢到福袋，所以他心情很沉重。没抢到吗？哎、欸，我。你们两个替自己的卡式炉跟饮料先拉票一下，我去确定一下我们旁边那个登记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谁轻，然后留言哪个。对，没有，他说留言哪觉得猜哪个都，还是要猜轻还是猜重都可以。好，对，就是要猜对就对。反正
你觉得卡式炉比较轻的按爱心。不对，卡式炉比较重，你刚刚讲卡式炉比较重的按爱心。对不起，卡式炉比较重的按爱心。对，饮料比较重的按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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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对，没错。好，那我去旁边确认一下我们登记的状况哦。好，我跟你说，我先来拉票。我现在就是压倒性的重，因为我现在刚整个飘屏都是哇。我现在跟你们说啦，怎么会是饮料重呢？我们让巧柔来，赶快！我先拉票，卡式炉拉票。好，一定是卡式炉比较轻，为什么？可是比较轻还比较重？比较轻，比较轻，卡式炉比较轻。我就猜卡式炉。你要说比较重？你在胡闹吗？你的重，你的很像在讲胡闹。我现在我的卡式炉是轻的。角色完全不一样。轻的，没有，你要是重，你的才会赢。对，因为按爱心是代表卡式炉重。虽然我的卡，我们都要修个短袜，你看到这三杯都这么大一杯。你是股东是不是？我是台湾人。看材质，看材质，小杯是什么？是液体，对不对？是。那个卡式炉什么？什么材质？金属啊。金属比较重还是水重？你是液体重。对啊。跟你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你先拿看卡式炉，再拿看饮料。手就可以拿起来了，嗨，老玉，一手就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一边我不信，你可以一手。来，拿三杯，我可以一手三杯，我给你展现一下绝技，我可以自己当天平。你现在心里有答案吗？我心里有答案了。心里有答案，那你看代表是什么？要再跟线上的朋友说。我可以换代表，不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好，我跟你说，我先一手拿三杯饮料，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叫做一手拿三杯饮料。但是它的杯子本身有一点软，好像有练过哦。等下掉到火锅里，你就GG咯。等一下啊 ，OK。不好意思，我知道重量了，我知道是两个很明显。等一下有这么明显吗？很明显。很明显吗？好的，线上的朋友都投好了吗？他们可能在误导你们哦，可能在误导你们哦。那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有办法帮我们抽出现在对于爱心跟蛙的粉丝朋友吗？给我一分钟。好，一分钟之后我们就抽出来了，好不好？刚有人说有放瓦斯罐吗？卡式炉里面我们没有放瓦斯罐的，好不好？那不用打开了。没有，我们纯算。那你们已经称重了吗？还没称，阿龟。还没称重。好，我直接用称的，好不好？好，用称的。好，来，卡式炉。如果觉得卡式炉比较重，请记得按爱心；如果觉得是饮料比较重的，请记得按哇。来，好的，那我们卡式炉先上。卡式炉 go， 直接放上去吗？你可能要拉出来那个。好。940。没有，不是他没有架在。我知道，放一个另外一个面，等一下借我一下，不好意思哦，这样子放。你飘飘狼呢？你站得起来吗？但 hold 不太住，因为 OK， 好，放，厉害，一二六五克，对 ，OK， 好，好的，我们要见真章了，来，现在 boys， 我们还没放，归零，对，一二六五克，归零在 OK， 好，好，归零喽，来了，第一杯。第二杯，不好意思，两杯就过了，两杯就过了，第三杯盖上去，1918，它比三杯饮料还轻哎，它比两杯都还要轻，两杯饮料就完全已经重过我们的卡，一个是1272，一个是1267，国语叫完胜，台语叫口斗，低级一点叫做屌打，好。完胜了，好不好？完胜了，大家知道它有多轻。但其实我们随时提两个手摇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真的。然后它居然比我们日常当中两杯手摇杯还要轻，真的，就超级适合女生可以使用的。真的，而且出游都方便。
真的，而且吸带它也很算很薄，对不对？对对，一般我们带出去的跟两个砖头是差不多的，对，它薄，然后其实质感也很好，然后又轻，真的吸带的这个过程，你要去露营要收纳都是非常好的。没好的，哎，我们胜利者是那个抽出来的咪，对，按什么表情的会可以得到抽奖？按蛙的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从按蛙的这个朋友当中呢，就要抽出一位，他可以获得到我们的超暖小贝贝。哇，小贝贝，冬天很需要。再加一点点阿边的味道。太多，再加一点阿边的味道。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小贝贝。其实冬天到了。是，我觉得不仅开车啦，你可以盖个小被被，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也是，看韩剧的非常需要啊，对，非常需要啊。你可以把它取个名字啊，南韩星的名字啊。哦，现在南韩星这个，我要叫他 Ryan。Ryan 是谁？我啊。哦，你是韩国人啊？我不知道。对啊，取个名字，然后抱枕，就像我妈把扫地机器人取成我爸名字。我要叫他重击。哇，重击，不是那个重击。怎么样？还叫陈宪好了，宋陈宪。不是，我不该起这个话题，我跟不上。好的，那我们现在朋友已经准备好抽奖了吗？工作人员可以了吗？抽，马上抽。马上抽。看谁抽到啦。张耀明在不在？你抽到了。耀明。张耀明。张耀明在不在？张耀明在吗？张耀明，快回答，出声。你要说话呀，你耀明。在。恭喜耀明，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小贝贝。你获得我们的宋慧乔，又是男生，我妈娶一个你。宋慧乔，你好有梗哦！这个很梗，那你再来一个。我再来一个吗？还有谁啊？随便男明星都可以。男明不是，他是女的啊。好的，范冰冰。哦，真的哎，也是女神等级，可以。看剧的时候，晚上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就可以陪伴着你，好不好？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哪些朋友，他已经确定跟我们小编登记好了呢？有没有？乔罗可以帮我复述一下名单有谁吗？好，我来去看看。还有，从哪边看？我从这边好了。好，这个人，我们在萧逸乔。有两组，萧逸乔、郭峰峰一组，然后朱雨璇一组，还有瑞富三组。然后是给高级一组，所以现在目前有五六七八组了，八组确认了，可是我看我们工作人员目前都销售一空，但我们还在确认那些资料跟我们一样。好的，完售了。好的，现在没有，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完售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确认您的联络方式跟资料，没错。那已经确定好的，我们就会像刚才一样贴在我们下方。好，那我们待会隔一段时间再做确认，到底有哪一些人？好的，还有成功的跟我们登记到，好不好？好。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有说我们要抽奖嘛？没错。好，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抽奖时间，好不好？我们抽奖时间就是在12月22号，你一定要来看，好不好？真的，12月22号，我们那天会抽出线上的朋友。你有没有获得到我们这个大奖？那至于怎么抽呢？我们每一个福袋当中都会放进我们一个抽奖券。哦，抽奖券上面有编号，好不好？有编号，你会收到一连。那我们现场就会抽，如果是你的话，就帮我们画虾。好，好不好？不是你的，闭嘴。好，有点凶，别人那么凶这样子。哎，那我可以拿一下我们的抽奖券给大家看吗？在这个地方。好的，哇。好，线上的朋友可以看到，这就是到时候会抽到的抽奖券，每一个福袋里面都会附一张哦，然后都有编号。好，那编号在这。对，编号在底下，大家注意看，我们到时候抽奖的时候会抽出这个编号，然后会依序那天的。顺序那不一定啦，我们也许一开场就从大奖来也不一定，好不好？好的，然后你会收到我们比较
小莲的啊，比较小莲的这个啊，比较大莲的，比较大莲这个部分，大莲的这个部分，好，你会收到这一个部分，那记得要来看哦。好，你待会飘进锅里面就开心了，好不好？怎么办？没有，没关系。那个啦，应该是这样子收到这一点。对，然后我们还会盖上我们的印记，就是印章。说你手印吗？纯印。纯印好啊。有点，谁想收我的？不会啊 ，Raymond 哥 ，Raymond 哥市场。啊，但是我一般，哎，等一下，怎么了？吓死人。好的，那我们的登记的状况。现在我刚刚有看到有增加，刚刚有看到，就增加两个，有增加两组，哦，这个 JYHSHYANG Lee， 这感觉 G 香 Lee， 恭喜你获得一组，然后还有我们的王佑威，恭喜你获得一组，大家记得，如果你有抢购福袋，然后我们有回复你说有抢到，记得要接电话哦，要接电话哦。最主要是要跟你确认资讯跟联络方式啦，因为有的人可能电话会给错，我就常常有你给错谁？有，我也常给错电话，常常给成我爸的，然后我爸就打来说，哎，那个谁找你，怎么打来我这个地方？我常常干这种事情，好不好？好的，所以就是要跟你做一个确认。好的，好的，都有收到吼，可以候补吗？目前完售中。完售了，没有办法候补，但是不用担心，好不好？婷婷，她叫婷，因中间那个字要怎么念？就叫她婷婷好了，好不好？婷婷，我们有下一届、下一届都可以有福袋，好不好？那主题我们都会不同，也许下一次的会更精彩，也很难说。所以我们要随时追踪滴答滴的资讯。还可以定时追踪直播，对，看直播也要来粉专按赞，好不好？是的。顺便预告一下好了，我们呢，啊，每一个礼拜的一四都有刚才我们那个特别来宾进的直播，在晚上八点。我每个礼拜一跟四，晚上几点钟？八点。八点。直播什么内容呢？直播的内容呢，会运用一些不一样的商品，呈现不一样的料理给你看。好不好？然后都是非常简单，很快就可以学会的。我也可以来吗？我可以帮忙吃料理。耶，yeah. ！你可以来帮忙吃，可以？你想上我们节目吗？你愿意吗？当然可以， yeah. 没有什么问题。我也要，加油加油加油！我跟你讲，他煮东西都超好吃的，真的哦。一四的时候，好不好？都可以来看。还有我们二跟五的晚上七点都有滴答滴的快闪直播。快闪直播内容是什么？我们就只播半个小时，但那半小时我们也会提供很优惠的商品让大家采购，好棒哦！不过我跟你讲，很限量，很限量，很限量，好不好？快闪直播，但是请注意，一开始就要收看，好不好？不要来到一半说今天卖什么，优惠是什么啊？我们只讲一遍哈，对啊，我们会多讲几遍，可是一开始就来看啊，就像以前。我那个年代看八点档一样，要提早回家收看。真的，懂你意思。好的，那我们老板请加码福袋。我想福袋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加码了，但是可以加码的是，我们可以玩一些游戏，好不好？对啊，我觉得进行一些游戏，如果有得分完成任务的时候再加码比较合理一点嘛。好的，好的。对不对？综艺节目也是加码，也是要有道理的，对，对不对？对，多一颗球，那个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节目。我知道。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哎，工作人员，我想请问，我是不是可以扭个那个任务的扭蛋？哦，我要扭哪一个？扭命运。命运。命运。那我们请雨皇来帮我扭，好不好？我是命运女神。是好命运还是？我跟你说，一定是好的啦！我跟你说，看起来就很好命，夹个肥肥安呢，夹个肥肥。那待会这个扭出来的任务呢，我们三个要一起完成。什么？哦，所以我扭出来会有任务，然后我们完成，然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获得到什么奖品。好好好，好不好？我把它投进去，可是它希望不要太难，有点卡。比如说。我可以再拿一颗瘦十公斤，就有点难，就有点难了。有点自信，好不好？转了，我转了。但是就今天完成，来，可能来来。那我们巧柔拍，一分钟吃完火锅，我可以。晒了，我有点难，有点烫，我有点难，我冒舌头。哎，好，我来。什么？支援前线。滴答滴，滴答 girl。人
拉人攒人气，同时在线达40人，70人，七十人，七十人就可以机会扭蛋一次。好，各位永清啊，交给两位了，好不好？你先赶快，来来，赶快，让你们赢到正中央。我现在线上讲。70人哦，先轮流，来来来来，一个一个来。好，大家好，我是雨皇，请投我一票。不是，现在赶快分享那个直播，然后让我们直播赶快过70个人，就有机会来扭我们的机会扭蛋。机会扭蛋有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赶快分享那个直播，拜托拜托。然后赶快就是，要不然你就在这个直播底下留言，赶快 at 你的朋友进来看，我们赶快冲破70个人。我看一下现在有几个人，现在50个人。好，换你，换你啦。来来后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巧柔，现在来看滴答滴的直播。那我们现在呢，准备要抽到机会的这个扭蛋呢，我们线上要满70人，所以大家帮忙分享这个直播，帮忙拉票，然后我们可以来抽到更多更多礼物哦。现在50个人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必杀技？不然我让你们线上抽你们的朋友来看。好，我现在抽，好，现抽，给几分钟？几分钟啊？我们来个，我压力好大哦。3分钟如何？3分钟。你叫人哦，你叫人，我来，我可以帮忙标记。赶快哦，线上的朋友，这也跟你们有关系，好不好？你们抽越多人来看，我们待会就可以完成任务，抽到奖项了。我跟你讲，你们直接在下面留言标记你们朋友的名字，真的这样最快，这样最快。3分钟哦，3分钟哦，我来标记，开始计时。赶快标记，标记的速度最快，人家已经传授秘诀了，好不好？哎，别让我落腿好吗？别让我们落腿。我70人，快点，70个人，我才70个，才七十个，剩下20而已，很快的，很快。哎，世强，你说请里长广播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不要讲讲哦。52，52，怎么才2个？快点，28个人，快点，剩下几分钟了。强叔就是很浮夸的人。谁呀？他说请里长来广播。真的假的？真的。哎，祝你个名啊，进来看。50了，50了，50了。进来看。啊，我真的心灵好累哦。快点，我要传群组，传那个 LINE 的群组。要不要请总统再宣布？请总统宣布。我打给奥巴马好了，好不好？我打给奥巴马。哎，Hello everyone。哎，我现在哎。真的，现在50个人，好不好？大家，你最快的分享方式就在留言当中 tag 你的朋友，速度最快，对不对？没错，是的，非常努力的。我现在猛按，你知道吗？猛按哦！不管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凯子、你的小三、你的阿嬷、你的婶婶、你的外遇、你的 blah blah blah， 全部都要来看，70人马上就有奖品。不要让两个女生这么辛苦，她们也在努力的邀我们一起努力，70人不会很难，就20个人而已嘛，就20人嘛，对不对？对啊，哎，快来啊，你们快点啊，没机会啦！不要在这个地方证明你自己是边缘人，要不到朋友好不好？几分钟啊，剩下1分钟，我们还有1分钟，还有1分钟，一分钟，打不到他们两个就完了，快点！53人，不要离开了，我要 Q 出来。如果1分钟之后达到60人，我们再给你们加时间。好，加个2秒，不要离开，加个2秒，加个2秒，不要离开了，别再离开。哎，你们俩真的很努力耶，很拼，好不好？很拼啊！我在旁边都感动到流泪。我又莫名其妙创了一个群组，待会就可以再多说好，快邀你的朋友来，快点大家。嗨，中佑，谢谢你们的分享，但是 tag 的速度最快。赶快标记你们的朋友，标记他们进来也可以拿到好康，好不好？而且我们今天游戏可能不止一个，来的人跟标记人都有机会得好康。对啊，对，是不是？快进来，快进来，不要离开了。难道要阿边跳一段舞才要进来吗？好啊，哦，啊，好想看，会掉粉，掉粉。康康，康康，赶快 Q 你朋友，快点，这里有好康，快点，我就快点。怎么办？滴滴滴了。没关系，我再给你们1分钟。嗨，再拉1分钟，快点！大家，我跟你说，看了就留下来，看了先赶快留下来。我们待会1分钟以内达到70个人，就有机会抽机会扭蛋。70个人，70个人不难。舅妈来了，我
我舅妈来了，舅妈，舅妈快，舅妈快邀人来看啊，快邀人来看，有好看啊，签到53人，不要离开了。好，54个，54，不要离开了，54了。两位女孩正努力的，我们的 D girl 跟 D girl。我真的是头好痛哦，快点！我也一直分享分享。54，54，然后所有朋友赶快，55了，55，赶快，剩下不到一分钟，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赶快 app 女朋友。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不要离开，我们家牛蛋跟大家有关，你们可以抽礼物，好不好？跟大家有关，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跟大家有关的东西。58，不要离开，好不好？58了，快点！58了，有好看的送给大家哦。是哦，是哦，有好看的。60个，60个，再10个，再10个，10个不难嘛？我们只要夜店去一趟就有了嘛，快！70个，开始闹人了，快点！哎，再10个，61，不要离开，好不好？舅妈，舅妈，舅妈，赶快分享给六神婆。现在在邀70人，你跟舅妈要赖要干嘛？63，我跟你讲，是我舅舅。哦，不好意思啊，六十，再五个就有了。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好不好？你看，65了，钞票拿出来。65，我先准备扭蛋的钱。好，你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先准备扭蛋的，还没。再五个，不要离开。等一下，好不好？礼物跟大家有关系。请了朋友去绕人，再三个，再3个，再2个，再2个就有了。倒数一个，耶！刚刚好吗？刚刚好70个，完成70个了吗？完成，真的吗？完成了，72个 ，OK。哎，可以。工作人员，我刚刚扭蛋了。扭蛋，给你有机会，来，你有一个机会哦。代币呢？对。好，机会，有机会那一个，机会，大家紧张了，见证历史的时刻，哎，放进去，73了耶，太猛了，哦，来，哎，会不会开啊？你蛮敬业，你还自备音效，对，我是效果器，我来念一下。点笑脸抽出小麦智餐盒一名，小麦智餐盒，赶快现在点笑脸，快点点笑脸表情，我们就可以抽出一个餐盒，在这个地方。在哪？在哪？小麦智餐盒。是这个工作人员。各位赶快点笑脸。小麦餐盒。小麦餐盒。OK OK。Hello， 莎莎，赶快点笑脸，有机会抽到小麦智餐盒。拿出来展示一下小麦智餐盒。非常厉害，因为它是环保材质，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它的色泽跟我看它的包装就知道，用小麦梗去做的。小麦梗，你也太会抢了吧！你用了就会非常有梗。有这种事情，小麦梗上，赶快按我们的笑脸表情，第三个，马上就可以抽，好不好？我要打开 看，是要打字笑脸还是是按按笑脸表情？我是打笑脸表情，好不好？哇！还有餐具。埋在土里会被土分解的，是的，没有错，你很聪明，而且吃下去还可以消化，真的吗？开玩笑的，谢谢。哎，有餐具，而且我跟你说，它分好多层，好多层呢，野餐，野餐盒，野餐。其实这个平常带便当，哦，这个假盒是很饱，哎，我这个拿出来会投射羡慕的眼光，会，还有餐具，而且整个颜色跟它的质感，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他带去是一种，对不对？是个荣耀，是个荣耀，而且炫耀不是荣耀。对，我跟你讲，我要这个，我以后生小孩，我要帮我的小孩。对，为了那小麦生小孩，准备了那个小饭团，然后放在里面，还有表情，好可爱。还有海苔去粘表情，赶快到小蛋包，赶快按，赶快按那个第三个笑脸，那个好的，笑得很开心那个脸。天哪，它餐盒中间上面还有一层，所以它总共是3层。来来来，我为大家全部，我们的两只手。好的，那我们就麻烦工作人员帮我们截取笑脸的这个表情，我们准备要抽出来，赶快按哦。准备抽奖哦，各位赶快按笑脸第三个。然后我跟你说，它很聪明的是，它这样子盖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样左右盖起来，它这边有。提把，提把，好可爱哦！是它本身就附赠的，
所以你在用个便当袋或什么之类的就很 OK， 你就不需要再另外买什么便当盒、便当皮袋，不用，因为它有提拔。好适合你哦。好，77个，77个人，哇，那我们马上抽81人了，81人，赶快按笑脸，按笑脸抽奖了，姐加油 ，Q 困羽皇，我抽到了，那你要不要让出来给大家？我让出来，哇，这个是好，真的，让出来，好买，没错，我让出来，但我心在痛，赶快，我心在痛，马上再抽出下一名，好不好？我们这个第一个哦，非常的大气，对，许胜峰，在不在线上？在不在线上？我跟你讲，在线上吗？你认识吗？认识。我跟你讲，胜峰，你就带着你的小孩这样子给你的小孩抽便当了，你们全家出国去玩，或者是你们去哪里各种地方去野餐，就是带着他。胜峰，快回应，何胜峰，要出声哦，要出声哦，胜峰。剩30秒，胜峰，全世界在呼唤你啊！胜峰在吗？胜峰30秒，许胜峰吗？对，他回答哈哈，这样算吗？胜峰有哈哈，恭喜了，恭喜你胜峰，你得到了好不好？你就得到这个，在吗？他在吗？他在，他回答了一个哈哈。有声说塞狼，还有人说老屁孩，真的吗？他是老屁孩吗？他是，你太恭喜了吧？你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个小麦梗的便当盒，好不好 ？OK， 好的，那我们轮流一下，羽皇在吃，乔柔可以帮我们大概确认一下，现在有到底多少人购买成功，好不好？好，前面9、10、11、12、13、14、15、16、17、18，18个，目前有18个人哦。还有一个粉丝没有接电话，还有一个从哪里边？刚才讲有一位粉丝没接电话，刚才都有微，然后还有一个刷钱，陈什么什么，笑钱，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好，纪笑钱吗？纪笑陈，一个是陈，然后雅文，王雅文，王雅文跟君令林君跟庄文如，跟清俊赖清。赖清俊，然后一个人，赖清俊，一组，总共一二三，现在目前18组是不是？刚才这边有贴两个零分级、白纸。一个白纸，一个白纸，还有一个分歧，还有白纸各一组，好不好？一二三，恭喜这位，有几位？6、7、8、10、11、12、13、14、15、16、17、18个。18个，然后还有联络哦，好不好？还有人没联络，刚才没联络上，刚才接电话，还有没有联络上？还有一个没联络上，还有，我们现在买了福袋该干嘛？抽奖。我们现在刚听到资讯，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福袋非常受欢迎，所以他们决定买福袋的加码。哈，加码？加。白马，哇，白马加急，哇，你们现在呢，我们就请羽皇呢帮我们扭，中间有一台叫福袋扭蛋机，福袋当中可以加码什么东西，好不好？好，我需要的代币，谢谢。好的，福袋扭蛋机，就是我们线上所有买福袋的朋友，你不只买到优惠可以抽大奖，我们还可能随机都会有一些加码的活动。好不好？好，出来了。羽皇帮我们开是什么？好，来，请我们 Raymond 哥。购买福袋者随机赠送澳洲直送冰冰霜一条，一共5名。啊，五个那么多？冰冰霜是哪一个？冰冰霜。这个。冰冰霜。冰冰霜。放冰冰就来了。天啊，这超有名的！我怎么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叫冰冰霜？因为放。棒冰冰，对不对？嘴巴坏掉，抱歉。因为范冰冰很爱用这条维他命霜，它很滋养皮肤。女神等级在用，就是呢，我们会随机在20个福袋当中丢5个冰冰霜进去。随机，随机你可以拿到，好不好？所以大家收到福袋的同时，有可能也会收到这条冰冰霜，范冰冰霜。结果你抽到你要的福袋之外，又拿到冰冰霜。又被你抽到头奖，哇！你还不邀人来看，你真的太对不起我们了。天哪，这个福袋就是高潮迭起，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又起啊！
欸，他超不计形象的。很可爱。好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福袋是完售了，对不对？但有一位朋友没联络上，是吗？对，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等一下，这个要我觉得有名额，我们现在有限制。你打了一个杠杠之后的人喊的第一个人买得到。就是呢，我们说开麦之后第一个私讯D边的。好，说开麦后。私讯D边的是不是？对。还是说可以用按表情的方式抽？不要抽，直接私讯D边。好 ，OK。好的。现在呢，当我喊福袋开麦，最后一个名额要的人。马上喊，就是第一个人就可以获得，好不好？要私讯D边，对不对？私讯D边，第一个私讯D边的。我们三个来注意到底谁是第一个，好不好？等我一下。可是他私讯我看不到，要请D边讲。他会在上面留，好不好？他先留言，然后再私讯D边。对，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现在福袋开麦，最后一个开麦，要私讯D边哦。先赶快加一。加一谁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我念世强，他说强叔，你觉得我好啊？来啊，来齐，谢谢哦。我跟你讲，其实我也是没有形象的。他感觉放得很开，放得很开，好吗？他只是还慢我有形象，他只是比较慢熟。有像包袱分的。好了，请问一下，刚刚有加一的朋友有没有赶快私讯我们的D边？私讯要讲你的。本名、联络方式跟地址哦，相信。D 边很幽默，D 边自己也在加一，自我加一。D 边你没得买，好不好？还自己加一。好的，那我们不然你们先吃，交给我啦。好。你太好说了，我就。好的，也太异口同声了吧。这不如从命。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私讯工作人员了呢？正在是不是？因为有人说你们根本没有形象，谁说的？奶琪啊，真的啊，奶琪谁的朋友？没有形象的。好，赶快吃。是我的。待会我再看有没有那个汤勺可以给你们。好，好不好？想要喝汤，刚才我们有一度破80人呢。有，我看到，我看到那个数字超猛的。我一离开那个画面就快80人，我一进来一下又变60，掉粉了，有点难过。不要难过。好的，我们私讯D边这个部分要完成哦，要完成才有购买登记成功哦。然后我们是用货到付款的方式，好不好？所以你要去取货。那在12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抽奖。那记得来看好不好？还有没有买福袋的朋友也要来看我们那天的抽奖，会不会又有其他的优惠方式或是奖赠品可以赠送给你们？不一定，这个我们还可以再一起来讨论，看怎么样去完成这件事情。小助手很饿的感觉，不要说，我们就是很饿。没有，是线上的朋友说的，不是我说的。我知道，没有感觉，就是很饿。我想。我们刚才那锅买4人份，然后他们两个吃这样子的，还好啦。我跟你讲，这个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吃完。他很猛，他还说他可以1分钟以内吃完，超猛的。好的 ，OK， 那我们完成我们的登记了吗？还没私讯，再拿出来卖吗？现场朋友注意了，还有人没私讯呢，他加一人没私讯，永胜没有机会了。好的，刚才又讲了，我们又要再加码了。在拿什么？没关系，你们吃，我来。现在呢，要提供我们所有购买福袋的朋友，刚才的小编旁边的消息，你有机会可以购买福袋之外，加购200元，得到我们 A 柜子上面的所有的商品。哇，这么好，这是什么？中间那个，你们看，这个给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护手霜，护手霜跟我们的护手霜。我做美甲很需要用到，真的。
德国的，德国进口的哦，跟别人台不一样，德国进来的哦，哇，非常非常好用。我们之前在另直播节目的时候就有看到了，这可以打开闻看看吗？可以，你打开闻闻看。上面还有那个，你闻了，你就要说三千字心得。还有那个可爱的草泥马，太困难了。先跟我讲，我再考虑要不要闻吧。坐飞机来的哦，坐飞机来的，坐飞机来的。特别是护唇膏吗？护唇膏，护唇膏，护手霜，护手霜，它这闻起来有点。然后呢，再来坐飞机回来的，不黑色百事可乐、哦，这个感觉是限量品，因为它超限量，好不好？这个做了 Christmas Cola Christmas 的那个包装，对。只要购买福袋的朋友，你就可以用200元把这些所有的商品带回去。200元哦，200元就可以带回去了。好的，刚刚购买福袋的朋友，只要你再加价200元就可以获得。所以吗？就一个转播。我跟你讲，我估价一下，只有一份，Only one， 只有一组，好不好？一组。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加200？是现在跟250，250是吗？哦，加250。只要私你刚才购买福袋的朋友私讯我们的小编，你要加购价250这一组护唇膏、护手霜，还有我们的白色可乐。对，看谁先私讯，谁先私讯。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吗？现在开始。噔噔，赶快私讯小编。私讯了吗？还没。如果有你很想要这三个，就是额外的非常优超值的赠品的话呢，就是呢，赶快私讯小编说，小编我要加250，然后你就会获得我们这个限量包装的百事可乐，然后还有我们德国的护手霜跟护唇膏。其实光百事可乐我就会加购了。真的啊？因为它是限量品吗？要去日本买。是哦，是日本买的。对啊，做日本进口，这是德国进口。德国日德连线。日德，你很会这个哦。日本带回来的，台湾不知道现在买不买，但是就算买到也很难取得，应该大部分都是代购了。白色的可乐，哎，它是有气的吗？应该有，因为它可乐当然有气啊，它打开掉，应该就会，因为现在没有开。那我们就是提供今天有买福袋的朋友们，你可以加购250就可以得到这一组，好不好？我们恭喜刚刚所有买到福袋的幸运儿。柴犬妈妈说，只有买福袋的人才能买，当然，好不好？有。不过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有办第一届，就有第二届、第三届。对的。真的，好的，那我们来把它放回来。要购买加购的，我们只有一组。私讯我们的小编，我们采第一个人，好不 好？第一个人私讯小编，他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哎，我想请问工作人员，我们刚才那个福袋的人登记了吗？登记了，在确认中。好，登记了，在确认中。再跟你做确认喽。OK， 那你们在吃，在吃没关系，我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好，去看一下旁边的。我可以喝喝喝喝点东西，喝汤，喝汤，还是喝水，都可以。还是刚刚水果茶，就是茶类也可以吗？好，我自取哦。你要红茶、绿茶，我都可。有水果茶。对，现在是中午休息。现在休息吗？给你撑场，快点！我撑场是吧？对，你优秀。好，来跟大家介绍，这是他们说的美国进口的这个锅子。那福袋其中里面，就是你们只要有抢购福袋，那就是这四组。第一组它就是会有烤肉网，然后会有煎锅，然后第二组是这个，然后它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可以炸、可以蒸、可以煮的锅子，美国进口的，一样有加卡式炉。第三个是这个牛奶锅，粉红色的牛奶锅，它有一个大锅跟一个小锅，这一组。好，然后还有一组是这个煎锅跟烤盘。你宣传一下自己的粉丝专业。好，粉粉 Q 一通，等下我 Q。好，好，会有一个煎锅跟烤盘。那这四组呢，任一组都是在2000块的福袋里面。那是什么你们抽到，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嗯，对，然后记得要追踪我的粉丝团叫做巧柔一杠肉椅柔柔儿，记得追踪我。谢谢大家，谢谢。宇航的粉丝团是，我的粉丝专页，我可以给大家看这个 Queenie 宇航。Q U E N I E 羽皇，国语的羽皇是一个女部的一个皇帝的华，欢迎大家呢可以去按赞，谢谢大家。演武女皇，对，叫我女皇 ，OK， 谢谢大家。叫我女皇，好的，刚才有线上朋友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单买我们的锅子四方锅？哦，这个锅吗？四方锅，刚才有线上朋友，那我去征询了一些。
就是他们同婚这件事情。今天你只要花1200购买我们 B 柜子上面所有的商品，当然也有包含刚才的那个可以让他们展示吗？还有超可爱的，这个超可爱的，就是那个泡茶的，好可爱哦。那是啥？慢活30天，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抽的时候，他每一天都会给你一句话。每一天都会给你一句心灵小语就对了。对，但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哇，对，心灵鸡汤30天，30天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对你就会成功变成大老板。对，就小动作就会改变你一天的心情了。对，所以你只要用1200购买我们这一组的商品。你就可以用1250加购这个四方锅，1200再加购一二五，加购多少？1250，没关系，没关系，我都知道你刚刚都在睡觉，没来开玩笑的。购买这一组就可以1200，然后再加购1250。哎，我先讲这个锅子，在网络上你查到购买价格非常多钱，应该要超过定价3000-4000块钱，3000-4000块钱，这样很。所以等于是说，我现在只要花2450，我不仅可以有这个锅子，还有这么多的商品包在里面。而且它这很酷，它这是就是把那个茶叶放在汤匙里面，而且它是那个泥塑水怪的造型，哎，真的很可爱，好可爱哦。然后搅一搅，掉的啊，没有停掉啊。天哪，请问这个也是只有一组吗？给他嘞，嗨嗨，有没有哥？请问一下，这个只有一组？只有一组。只有一个人，现在要怎么买？只有一个人，你要购买的，马上私讯我们的小编。私讯小编，第一个人好不好？所以说你要有用1200来买我们 B 柜的东西，就是我要 B 柜，我要 B 柜1200，然后再另外加购1250来买我们的四方锅，就可以得到这一整组。你在网络上买锅子就一定要3000-4000块了，对啊，花2000多块买这一整组，而且这么好用的锅子，除非你个人的奏折有点少，脑的洞又有点大，不然对不对？算数没问题的应该都会想说购买了，好不好？天哪，对啊，这么优秀哎，这么优秀。而且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这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天都有心灵小语这样，它都会心灵鸡汤，对，它会让你就是一天的情绪得到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Slow down enjoy。抽完就再买一组吧，抽完就再买一组。对，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线上的粉丝朋友可以抽到，好不好？好的，那我想请问啊，没关系，那我来放过来。要的人呢，就让我们私讯小编说你要买 B 柜加购我们的四方锅，那价格就是1200。买这 B 组啊 B 柜里面的商品之外，加1250就可以得到我们四方锅，好不好？好的。那记得私讯我们的小编哦。那我们只有一组，没有就没了。只有一组。我们今天只提供一次可以单买锅子的机会。单买锅子，限量一组。限量一组。那我们今天福袋都登记完了吗？登记完了。刚刚有加一个人是谁？谁？加一个，有一个一直不回我，加一个什么明星城。明星城，永胜，快点，快点，要私讯我们的小编回复哦。永胜要回应我们的小编。好的，那我想跟工作人员，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吗？没有，哈，我们还有什么？西柜，中间一样有我们的那个。要干嘛呢？要把它清光光，清光光。这个就是给我们刚刚有买福袋的人1元起标，1元起标，1元永胜。等等，我先问一下，是有跟你确认，确认就前面贴在前面的人，你有机会1元起标我们的。来来来，唱一下名哦。来，我们的永胜。那先介绍产品啊。好的，刚刚所说的冰冰霜。还有我们的那个尼斯湖水怪的泡茶器，还有我们这个应该是别针吧，还是它是那个造型针，造型针，那里摆东西很漂亮。天哪，哇，连网美拍照必备的草地都有，好棒啊！我的天鹅，你的天鹅，我的老天鹅，
放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多美？我们今天购买福袋的朋友们就有机会用一元起标，可以买到我们这一组组合，好不好？哦，很会。有购买，其他没购买不能乱喊。这样子，这样。没购买的不能乱喊哦。谁可以买呢？谁可以买呢？有今天有。来，谁可以买？来，我们照一下。来，来，小荣。永胜，永胜，分歧，分歧，白子，白子，交给你们念。高奇，高奇，瑞富，瑞富，雨璇，雨璇，风风，风风，来，肖一桥，一桥，还有什么？君，轩丽，轩丽，轩丽，佑威，一样，金圈圈，没有金圈圈，圈圈，圈圈，雅文王，雅文，轩玲。轩玲，还有文如庄，文如，还有什么青？哎，七群，不会念 ，C H I H C H U N Light， 七窗，七窗 Light， 七群 Light， 还有曾曾宇，恭喜！那我们现在来做一元起标啦，一元起标。我们现在要的人，哎，我们一标多少？留言吗？在现在直接留言，爱喊多少就多少。我们一标来个不限，对，一块两块，一块也让你标好不好？一块一块，但是如果给我喊一块一块，整数我觉得有点说零点一，好吧？哎，但是我的手机没电，要麻烦两位女孩帮我看。那我们竞标的时间呢？五分钟，五分钟，一元起标。现在画面上的这组。就是我们的武魂精啊 ，BB 霜跟泡茶，还有旁边很可爱的那个造型，还有我们一元起标买一块地，一元起标买一块地，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竞标开始，要的人就往上喊。是现刚刚买过福袋，买福袋的人才可以哦。永胜喊一元，我永胜的喊了一元，一元，有没有两元的？你看你们哪一？今天不是水果茶了，那我。两百，人家结束两百啊！小凡你好，有人喊两百，有人说小凡说炒楼好赚。小凡，200，现在最高200。200喽！哎，同学，赶快赶200了！已经喊200了，你别喊十了。白子喊201，白子喊201。201，201，201往上喊啦！201以上，应该那个冰冰霜就不止了吧？不超过，超过。冰冰霜，台湾。大概要3-400块，冰冰霜台湾要3-400块，400块，对，350块钱，光冰冰霜，光冰冰霜而已。现在222，巧罗好正，这还用说吗？嗨，小凡，嗨，我也想，现在是有300，我们购买福袋的朋友。才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竞标哦！现在已经多少了？倒数多少？300了。300喽！哎，这次让你玩好了。白子喊三，你要敲哪都可以。好，没问题，可以。白子用力输压，输压。白子喊301。301喽！哎，你这次好哎。哎，好棒哦！我现在手机也没电了。350了。350，高奇喊350，还有吗？还有白子351，白子都是人家喊我加一。哎、欸，这让我想到、想到那古惑仔那个飙长虹。飙长虹啊！你们没有跟到那一首 ？Sorry， 没有，对不起。好了，我老了。351喽，351。351。还有没有？有点，我的网络有点卡，400了。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400咯。三分钟，360。哎，已经400，介绍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多大概多少？来，我们有。对啊，不要飙过头了，看看这价值多少呢？这个泡茶器呢，你在外面买大概480块。480块。天哪！哎，这是恐龙造型的泡茶器，不是随便外面一般的泡茶器，它是雕塑的吗？可以打开来看吗？可以。打给大家看一下，450了，450，然后这个450在外面还买不到泡茶器耶，对啊，你们看，好可爱哦，是一个恐龙，然后你可以把水啊，把那个，你想要哪一个？茶放在里面，全要，哇，好可爱哦，这超可爱的，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冰冰霜，这个价值现在台湾预购350块钱，从350哦，350-400。
好，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应该是就是妈妈做便当啊，然后可以就是插在那个记事本上哦，插在记事本布告栏这种方式哦，这个很可爱耶，可以钉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像布告栏一样，对，小小布告栏跟记事本，好可爱哦，这个少女心哎，这可以放房间，然后你有写什么事情啊，记事在上面，然后把这个钉子插上去，那这个大概价格多少呢？市价？这个、哦、这市价大概也要300块，啊，这是我们免费送的，这免费送的这个市价，这一组这样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000块了，哇，太棒了，那我把东西收起来。而且它这个是它这个材质啊，不是那种一般塑胶的，就是可能泡在热茶会。细胶，它是细胶。它是细胶，它不是像外面那种是塑胶的。那这个细胶它480。它这个就可以有耐热。冰冰霜是什么？羽皇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呢？冰冰霜呢，就是有我们国际巨星范冰冰特别喜欢的。这边有写 Nature Vitamin E Cream， 就是非常自然材质的维他命 E 霜。然后这个东西呢，对皮肤的滋养非常的好。然后范冰冰她本人呢，因为这个只有澳洲有卖，她都会杀去澳洲买。所以呢，这一条维他命 E 的乳霜就叫做冰冰霜，这个在网络上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然后现在呢，包含冰冰霜，还有我们的茶器，还有我们这个造型针，还有这个非常美的这个草地盘。然后就是只要在现在开始竞标。我们现在倒数不到2分钟的时间，各位赶快，我看还有多少时间？好的，我们剩下15秒，15秒，快点！我们现在喊到500喽！哇，还有没有？冰冰霜，光靠这冰冰霜就可以。时间要到喽，500元哦，最高标500，时间到，500，我们恭喜这一位。都是英文的这位朋友 ，CHIHCHUNLINE， 你用500元获得到我们这一个组合了，那记得私讯我们的小编好不好？好，你今天已经竞标成功了，好不好？赖同学，恭喜你！恭喜。那刚才我说到，就是说他们说今天的福袋真的抢购的非常热烈，是的，所以他们决定再加码一次，再加码。不是加福袋，我们可以再扭一次福袋扭蛋机。中间那个吗？那换小楼来扭。那我们刚刚我扭，换你扭。好。看可以扭到什么，好不好？来来来，代币来了。看着手机人为我们买福袋。到底是神手还黑手？神手，请叫我神手。好的。随机赠送细胶夹或是隔热手套一个。哦，好棒哦！今天所有有购买福袋的朋友，你会在福袋当中所有，你会随机拿到，可能是细胶夹，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烹饪的时候，对，他可能不会去刮伤我们的，对，比如说不粘锅啊，像这种锅具就可以要去的。然后还有隔热手套，每个人都有，我是幸运的神手。你会随机拿到，好不好？不确定，不是两个都有，你可随机拿到一个。二之一。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福袋给大家喊丢啊！有人说赚到了，赚到了。我跟你讲说，真的要赶快抢购啦，对不对？有人说谢谢柔柔。你会不会有人为了抢福袋，然后跑去升级他的网速？我觉得会耶，好像蛮值得的。如果为了抢福袋升网速，我现在如果有3只手机，我就会开3个账号来抢。哎，聪明耶，对，很聪明耶。那我下次再找你来主持，你就又不能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了这个，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加码呢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来宾 Jin， 他带了很多东西？对，最一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我想请问我们要怎么抽这些东西出来？看呢，就现在送给线上的人。送给线上。怎么送？26个人，在线26个朋友。怎么送？怎么送？怎么送？就现在！帮我们还是分批送？一次全部一个人，一次有什么？就送给一个人。没有，可以先拿出来看多少了。等下太好了，把冰箱带回去了，你就可以一个人在家做烘焙了。
一个人在家做烘焙的，哎、欸，真的是买个福袋，然后对，买等一下，我要 cue 我那个需要餐具的，需要那个做还有搅拌精油、搅拌器、啊，还有烤模、圆形模，全部一次送，对不对？烤模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获得到全部，对，买到买过福袋人可以抽吗？也可以啊，也可以哦，就你只要现在在线上，然后还有这个拿到，对，还有一个蛋糕哦。烤模，好可爱哦！圣诞节的，烤饼干的，然后搅拌刀，刮刀，还有这个是可乐挤奶油的，挤奶油的，好可爱哦！里面也太好了吧！啊，起冰糖的，我喜欢这个超甜的，那个压模超可爱，我超喜欢它的，好可爱。那我们今天线上朋友，你这放好，确定放哪边？放这边，好，放这边，那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两组啊，两个人抽吗？我们就分两组了，那我们不要来，就是平均一下，不要了，不用了，就这样子。这边呢，就送给我们线上的，好，这边送给线上的，怎么抽？怎么抽？就是这边呢，现在帮我按笑脸，你想要抽到这一对，帮我按笑脸，线上所有的朋友，帮我按笑脸，你想要这一对的按笑脸哈。按笑脸，按笑脸，需要我们挤花袋啊、刮勺啊，然后这个烤马芬的这种马芬蛋糕的模，这个也可以烤马铃薯，一层一层一层放上去，其实也蛮好吃。这么棒！那你这样讲厉害的话，做车轮饼也可以啊，也可以。真的假的？那也要人厉害啊！是，对啊。也要人厉害，做大型的章鱼烧。哎，这个好，哎，这个好，很棒。然后再配他们头上那个头带，应该蛮适合的。必胜！下次帮我们按什么？笑脸。哦 ，sorry。我来按笑脸。赶快按笑脸，好不好？然后有一个胡玉龙问怎么买，他是问怎么买？你问什么东西怎么买？胡玉龙，你问什么东西怎么买？你是说我个人签名照吗？非卖品，什么东西呢？只送不卖。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绕。这个我刚大家按好了吗？我刚刚已经浪了一个，我心很痛。哎、欸，那如果又抽到羽皇，他就要再浪出来了。我跟你说，阿爸把你只能二选一，把这个浪出来跟酬劳被浪出来，还是你要这个把酬劳？我觉得这个好了。哎、欸，这些正义。我跟你讲，正义赶快按爱心好不好？对，按笑脸。没有，你赶快可以call人帮你按啊。对，我就可以帮 Q 了哦。对啊，赶快给他。不然在大家按爱心的过程呢，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堆，这另外一堆呢，我们就送给今天有购买福袋的。他是福袋的人可以拿。对。所以随机就对了。随机，这就是有买福袋随机抽一个人进来。哦。有买福袋在地下地根本就贵族啊。对啊。王族什么东西都可以。哎、欸，网速一高级，然后整个人就高级了。不然帮我张瑞富再写两个。各位赶快按笑脸。张瑞富再写两张，因为他买三张。现在我们要从这里面呢，刚刚贴在前面这边20张抽出一名，可以得到这一组。马上抽，是不是？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抽出刚才线上朋友这个呢？可以。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助的，赶快按。这边的是线上的，好不好？线上的在这边，线上的在这里，好不好？这根本就搭配今天你所有买到的东西了。对啊，做蛋糕、做什么都可以。赶快按笑脸抽奖，按笑脸，我怎么都只有看到我的笑脸，难怪我会抽中。现在比手速的好不好？我现在狂按。孙娟说有买到福袋真好，所以孙娟，我们下次再开这种就是购买福袋的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来看哦。要定级锁定滴答滴的直播，要按滴答滴的粉专按赞，然后按抢先看，这样就不会错过。那买福袋在滴答滴是可以有很多很多。哎，三妮旺按笑脸，三妮旺按笑脸，说抽我没有用，赶快按笑脸，宜勋按笑脸。现在你底下有三个符号，一个是赞，一个是按爱心，第三个就是笑脸。哈哈大笑，赶快按笑脸哦！好的，那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准备要抽出我们这个线上的朋友。刚刚那一堆有多少人按哈？按笑脸哦，手速加速。为什么那么多人按哈？86个是刚好。抽出一名。谁？马上抽。黄伯翰在吗？黄伯翰。
红漫你在吗？红漫。红漫 ，Are you here？ 博翰在不在？博翰，黄博翰。哎、欸，这男的也是太在，太开心了。在，他说在。这女孩这样子。博翰在。博翰在。OK， 博翰，记得私讯我们的小编，你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桌面上这一组的烘焙工具。私讯小编，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没私讯，就不是你的了，好不好？烘焙工具组这一组。那我们还要呢，抽今天有购买福袋的朋友们，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桌上。另外一组也是烘焙工具，那我们要怎么抽？这一组非常优秀。怎么抽呢？我会把前面这些名单呢撕下来，撕下来掉在这个篮子里面。好，那你买三个呢，你就有三个，你就有三张，你就有三个机会。天哪！买两个你就有两个机会，所以刚刚写三的，我们都已经帮你把名字再补好了，再多写进去了，再补上去，所以你的几率就会增加了。好，所以我们总共全部要撕下来丢进去喽。那在你撕的同时，我们要两位女孩可以选，看待会谁去抽。要不要？可以，拆完钱之后也可以来帮我撕。可以帮我撕。来。这时候很想偷偷把一个画掉写自己的名字丢进去。我也想。你也想。但是不行。大家都好想啊。厉害一张。可以给明白福袋的一点好康吗？有啊，我们都会争取。后面的柜子上都已经可以单卖吗？丢进来了，都丢进来了。然后你们谁要抽？宇航抽，真的吗？对。不要看哦，抽一名哦。好，我不看，我抽一名而已哦。今天有买就可以得到这一堆哦。天哪，太好了吧！刚特别来宾寄身上搜刮出来的。宇轩，朱宇轩，恭喜你！宇轩，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一组，谢谢。这一组，没事。这一组非常优秀的，有就是压模的器具啊，搅拌的这个，然后还有这个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打蛋器，然后这个刮刀，然后就是这个是切披萨的，非常厉害。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底下这个。还有这个塞粉的网，哎，东西真的太多，我没有。它就是刚专门烤蛋糕，真的专门烤蛋糕的组合，好棒哦！这个过筛的网子粉，然后很好用哎。还有这个是蛋糕的膜，然后塞粉，非常多。恭喜我们的宇轩，你今天买，宇轩恭喜你，你今天买的福袋还很多好。宇轩他买几个福袋啊？所以一个就中。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没办法，真的。所以宇轩为了福袋，然后还有这一些器具，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个防热手、防烫手套，或者水纸，或者是气胶夹。哇，好多！有机会拿到冰冰霜，说不定有机会他就拿到10000块。对。哦，说不定，而且说不定有机会拿到这些。对啊，而且哎，我们今天真的送的奖品真的超多，对啊、的我们光梦幻饼抽奖几率就已经1/5嘞。所以，我们12月22号有抽到福袋的好朋友，就要现场来看我们的直播抽奖，好不好？12月22号晚上7点。七点的时候，准时来看有福袋的人，准时来看。所以要抽奖会抽什么呢？刚刚讲的这个，大家现在看上面这一点。帕尼尼基，然后还可以，它可以烤吐司，也可以烤牛排，然后还有这个料理棒，搅拌棒，它可以做浓汤，然后食物调理棒，可以做沙拉的酱，然后可以打果汁，还有我们的气炸锅，这个蛮重的耶，很重，我刚才抬很久。气炸锅好不好？给你很安全的，对，就是炸物的方式，调理方式，还有再来。还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金，所以天哪！你看，聪明的人就会留着，下次来买福袋。对耶，就准备来买福袋啊！这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这是一个钱的概念。对，那个有人问君无问说，地边冰冰霜可以单买吗？大家想知道？不可以，无法。所以刚刚就是我们在就是直播当中呢，有请大家可以直接来加购，或者是在我们福袋当中赠送的，这个是没办法单独购买的哦。反正就是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什么时候会有在冰冰霜出现？冰霜不知道，反正我们每一个礼拜的14晚上8点
有我们的料理直播，还有我们二五晚上的7点有我们的快闪直播，快闪直播也会提供很优惠的商品给大家。哦，那重点是我们也会抽奖嘛？抽什么？不一定，羽皇记得来看，好，这边可以抽到你哦。好，巧柔也会来看，有我看过巧柔来看，真的，我有看到他。哎，我还在这边讲座。然后呢，在22号的时候，记得不要。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那天会抽出今天购买福袋的人，而且也是抽到还会问说你在不在，不在就算了，跳过，对不对？是吗？基本上他在不在我们都会给他，但还是要来看看你拿到什么，好不好？12月22号晚上7点锁定滴答滴。对，那没买福袋的朋友不要灰心，那天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活动，好，提供给没有买福袋的朋友参考，好不好？线上看的朋友都是非常有机会来获得很多很多很多很棒的产品，对不对？没错，没错。好的，那等一下我再问一下，节目尾声了，还是你又要加码了呢？加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码？Raymond 哥，你身上有东西。你不然你们收他身上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等一下，还好我手机没放身上。只要收出来了，不然都加码好不好？哈！收出来什么？等一下，身上我身上有车钥匙哎、欸。不要啦，不要啦，别笑。还有什么东西加码？我看还有什么东西。看，给你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是带来的已经送了差不多了。都送光了吗？对啊，卖了那个卖了那一组啊。我们两个签名照。签名。有人要吗？有人要我们的签名照吗？我们两个合体哦。不要就我要啊！不要就我要。那快点给我打线上，我们不用赶快。如果要他们签名照的，按爱心好不好？按爱心。那我们看一下爱心海好不好？星海。星海。要正义说要，谢谢正义。哎、欸，我的粉丝哎、欸，我们直接永胜也说要永胜，他们说不定其实想要我的啊。哦，所以你们想要他的是吗？我们先按爱心，日期说加码要好，按爱心啊，各位加码加码，白子，我们现在加码是那个羽皇跟巧柔的签名照。难得就是今天两位就是 Dida Girls， 然后都。要绿旗说要，那大家赶快现在按爱心，按爱心就有机会抽到要啦。好啦，谢谢三丁万。那个永胜说不要，说要你的签名照，他说不要，太难过了。永胜，你这样子很伤人，有点伤人，没关系。加码要啊要啊，按爱心要就按爱心，要就按爱心。元庆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们球队收手机，哎，记得按。还是我们就是按爱心，然后得到按签名照，在下一集来抽出获得的人。下一集还是这一下直接抽吗？现在直接抽，各位赶快爱心，现在直接抽。我们要赶快抽出按爱心的朋友。我朋友私讯我说谁要你的签名照了。哎、欸，那你要不要私讯他说要不要我的？那你要三丽万，你要 Raymond 哥的签名照吗？而且我跟你讲，我叫 Ryan， 不叫 Raymond。我一路叫他错名字，没关系 ，Ryan 哥 ，R 开头就可以了，好不好？快点按爱心，不要又抽我按爱心。对，就是阿边，因为阿边就你哦。好哦 ，Ryan 哥，直接抽，按爱心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抽出来这一位咯，这会不会抽到我？用按爱心，各位。好，按爱心，各位。对不起，我把你关掉。好的，那我们有几位按呢？按爱心，那边有，各位赶快按爱心，念听说抽我。既然只是签名照，那就抽送两名好了。两名，会不会太好？好哦，好哦。不然还是所有人，只要按的送给他们。对啊，那这是辛苦了拍的人。好了，看抽两名好不好？两名，马上抽。黄绿旗跟亚文汪在不在？黄绿旗。黄绿旗跟亚文王，亚文，恭喜你跟绿旗，恭喜，赶快说在，然后亚文呢？绿旗说在，亚文，好幸运啊，好可爱哦！哎、欸，你转得好快哦，怎么可以突然娃娃音，好厉害哦！因为我们是机器啊。在不在？剩亚文不在吗？亚文在。都在，好。私讯我们的小编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到尾声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加码了，只剩我身上的衣服了，好不好？这也不需要脱掉，脱掉，我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脱，因为我还没有练好。好的，那在最后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我们的粉丝讲讲说怎么去搜索你们的粉丝团再一次？是的，好的，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呢叫做雨黄。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Queenie，Q-U-E-E-N-I-E。那如果各位呢要搜寻我的粉丝专页的话，我现在来，我把我的荧幕调暗暗一点点，然后开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的粉丝专页 Queenie 雨皇 Q-U-E-E-N-I-E， 国语的雨皇是一个女部在一个皇帝的皇，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欢迎巧柔。接下来是我的粉丝专页，我粉丝专页叫做巧柔肉以柔柔儿，那我有很多活动相关的资讯都会在这个粉丝专业出现。哇，好的，我叫秦轩呢，如果呢你也想追踪我粉丝团，我没有哦，你要追踪滴答滴的粉丝团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跟线上所有的朋友说拜拜啦，拜拜，12月22号晚上7点。哎，你好迅速哦。